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，总共有四套杯子。那我们这边有两套是威士忌杯，在这边，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。那另外还有两套不同的酒杯。像这样的杯型呢，其实也是适合用来，比如说品尝说，白酒啊、红酒的比较入门的杯款。那像是朋友聚会、公司聚会都还蛮好用的。那如果说不用来装酒的话，它这样的杯型其实也蛮适合用来装果汁啊、水杯，都蛮适合的，推荐给大家。